妈的！干小毛，你在小毛，你小箭头哎、欸，你小箭头、欸！你们刚杀我几次，我都没讲。你靠警察、啊，第一将。好好好，小毛，我们两个来开车，我们开车，我叫车，奇怪。有钱人就是这样乱杀人。你的轮胎是爆了、啊，第一将。你不要靠背了、啊。人命不值钱，OK？小毛现在已经没车了，要再叫一次我的技工了啦！后轮爆了，白痴哦！这很绕赛耶！九九九九十万，哎呀，十万了吧？哎，老师，十万了啊！哎呀，截图啊！十万啊！截图啊！白痴哦你！三分钟不能叫车啦！哇，不要再十万了啦！我来当警察抓人，当警察抓人，不要跑！小毛不要，小毛千万不要，后面有警察，千万不要闹！对啊，对，冲啊！第一辆车，对，十万是不是啦？小毛，看你这，看你这是贱小孩哎！对，要睡啊！睡，睡，睡！等一下啦！要睡，要睡！你去哪啦？快点、啊，腾云拓海，快冲啊！你怎么乱飘啊？他后轮爆了！哎，快死翘翘了啦、哦！啊，完了，我也被通气了，靠腰！现在满街警察。白痴，你们就是你们这边乱玩哦，小毛就你啦！你卖靠背哦，你卖靠背，乱哇，警察很凶哦，对对。我现在就只想跟你讲一句话了，好不好，李杰森？我现在就想跟你讲一句话，你卖靠背啦！谢谢，谢谢。丢个感应四 D 的干嘛啦？哦哦，为什么车在这边呢？哦哇哇，好多人，好多人！哎呀塞！哎，这什么烂梗？我在，你在哪边呐、啊？哎、欸，我们等一下去吃日式料理了啦。哎、欸，我们有年代的咖啡。对。哦，谢谢呀塞！好啦，等一下去吃日本料理了啦，妈的！对啦，对呀、啊，对呀、啊，对！会有人开警车啦？没有人开警车，你在干嘛啦？靠背哦，好爽哦！哦，你们不要离那么远的，先集合嘛，欸、奇怪、欸。这样，你不要开啊！等我一下，来，我帮你待命。吓死呀！不要靠背！那日文在怎么讲啊？我那时候就看，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就看那个撞我啦，木曜四超完呢、欸，然后那个台词也那什么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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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哦，哇、哦，感到警察，你打很凶呢、欸，怎样？现在是怎样？洛森都下什么雨啊？他妈的！欸、等一下，台风天，台风天，台北没下雨，洛森都应景一下，下一下就对了。Yes， 啊，谢谢！哦，哎呦哎呦，我有这边枪战哦，这边枪林弹雨哦。小毛这台车很帅哦。哇，小毛是谁的 Lamborghini 啊？来来来来来，蓝宝剑，你哥、哦。哎、欸，我这台小牛哎、欸、，Lamborghini 小牛哎、欸、，Lamborghini、欸、开玩笑，哇，小牛，蓝帕克，撞烂你个小牛，好妖哦，干你、啊，哎、欸，敢给小毛死啦！等一下，有个人在开枪啊，先给他死啊！哎、欸，哎、欸，美国佬啊！哎、欸、哎、欸，我，哈哈哈，美国佬死，美国佬死，哎，浪人哎。欸来，不要，你不要，来，来，你不要，不行不行。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还跑干嘛、啊？我没怎样。叫我！干，我三星了啦！干！
哎、欸，小宝，我们两个先不用在这边滋事，我们去别地方滋事，好不好？我们这样这边滋事的话，等一下被通缉，我们快走，我们快走，不要这边理这些他妈乡巴佬。走。不要射我啦！有没有水准啊？没有。哇，地上还有地上还有一捆钱呢，捡一下，捡一下。哎、欸，小宝，你是真的穷。哎、欸，还有钱呢，哦，好多钱哦。小宝，你不要耍穷，好不好？哦，我走快飞起来。哎、欸，靠腰！谁开车撞我啊？干，我被警察撵呢、欸！干，这警察在干嘛啦、欸？等一下啊！哎、欸，洛圣，靠，这黄子恒，我想说，洛圣都的人怎么那么不会开车？哎、欸，我真的要被警察撞死！欸、黄子恒，先不要，黄子恒，不要，拜托，不要！我跟你道歉，不要！假赛，不要！不要上警务局！哎、欸，你看你的车被推走了，白痴哦、喔，我的车哦，猪脑哦。哎、欸，这個、蓝宝坚你哥哎、欸，搞在就蓝宝坚你妹，他妈的！你要去隧道飙，你要飙车还是飙车？走啦，我们去新海隧道了啦、哎，走了啦，走啦！白痴，我死几次啦？飙车了，飙车 ，Go Go Go Go！ 现在马上，在、欸、我一下，拜托啦，好不好？我们先去找第一将，好不好？第一将不知道跑去哪里。算了，我也买一台新车好了。那、啊、第一将在干嘛？走，小猫走。你那还等一下，我的车头雨天到底怎样？我的车头怎么有血迹啦？干嘛，黄子，你不要在别人的车上滋事好不好？哎、欸，小猫遵守交通规则、啊，遵守交通规则，红灯了啦！我尊你妹呀、啊！走了啦！有钱人是没有在遵守交通规则的，懂吗？懂不懂？小猫，哦，小猫消费，消费哦，哦，对呀，这样子是不是？啊、第一撞你啦 ！Yes， 要我开一个车还要回家开，真的是我几百。走了啦！啊，这个雨天能不能调啦、哎？不行，没白痴哦、喔。什么时候才放晴啊？但不行，受不了。哦、oh, ，我的新车！我现在把我积蓄全部花光，我要来买最贵跑车。最贵跑车是？没错，泰捷的拉克给他吹了，好不好？哎、欸、哎、欸，雨过天晴，放晴了，放晴了，放晴了！马上订购。哦，泰捷拉克送到电动车哎、欸，电动车。我现在好户头剩下49039耶！小毛你很穷哎、欸，买靠背啊！等下车开出来就知道谁穷谁不穷了啦。哎、欸，你开出来你还是穷、欸。这天气，等下这天气完全不符合常理，上面明没有云，他妈的下沙小雨。不是，你们看一下，你们那边已经有点太阳，然后我现在过这个隧道之后还在下雨，是怎样？就是。文山区那个辛亥隧道是不是过辛亥隧道就下雨是怎样？妈的！算了，我现在讲这些观众也听不懂。哎呦喂呀！嚯、哦！不要年少当飙仔好不好？真是的，不要飙车。对，我们好好、欸、我们不可以飙啊！不要买，千万不可以飙车哦。对对，也不要限速几公里哈、哦，我们就不能超速啊！也不要说隧道太暗了，说罚单对钱包也不好。好不好？没错。如果是出了什么意外，出事对大家都不好，好不好？对大家都不好。小毛，你现在是在针对什么社会时事？老实说，对啊，没有啊。好像你好像针对什么？没有啦，小毛。我只是最近常常看到，就是很多很多人爆料公社说自己怎样缴个超速罚单觉得很不合理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没有啊，没有不合理啊，超速就是超速啊，该缴就是该缴，好不好？嗯，罚单就是予以警惕啦，好不好？是。哦，啊，至于社会新闻上面有一些就是出了意外有些人这个不幸过世我们也予以惋惜但是我们要自我警惕自我警惕。你再一次。等下去老何爷，我把你薅短，薅短，在阿沙小，是在阿沙小，真的不是很懂在阿沙小、欸，每次都是我也听不懂都在阿什么阿沙小，
啊！但你是赖红脸，到底第一撞是要回来的没啦？该不会他电话一响是去楼下吃饭的？他被撞死！妈的！我车都开到公海去了，他还在干嘛？Wow.